欢迎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飞飞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Luna， 我主持人泽国松。嘿、hey, ，来看一下投资必修课，等等等等。哎、欸，跟集团作战赚红包，原来这个集团最会飙尾，哪个集团？哎、欸，等一下我跟大家讲哦，好不好？我们先找一下三位帅哥集团的分析师。对，第一位何基鼎分析师，他赖在这边哈、哦，他们要看一下，好来，其实我觉得集团好像每年年底都有这一场大戏，就是集团作帐啊。那可是好像每年集团作帐都有点不一样。去年我觉得最会作帐的就是雪红阿姨，大家都会说那个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今年到底阿姨还会不会帮你不用努力？那我们就请维泰老师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老师，你已经把我们的破梗了，破梗了吗？没关系，雪红阿姨的。威盛集团的确是前几名，是不是第一名？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好不好？没关系，老师，谢谢你。第二位也是自营商出身，也是帅哥分析师，来，老师赖在这边啊、来，中坤正分析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那我觉得说集团作战当然是很重要，那今年可能说最有戏、最热闹的会落在鸿海或是裕隆集团这部分，因为在明年的电动车，其实它的想象空间是很大的。好，对。好，这跟老师这样讲。第三位，哎呀，我们痴情又专业的哈，陈维泰分析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每年呢都有这个年底的一个集团作帐，但是每一年啊风水轮流转，每一年的一个集团作帐的指标股都不太一样。等一下告诉你。好，维泰老师要告诉我们，今天维泰老师就是出奖者啦，老师拿好，我们请维泰老师红包，红包，红包，老师红包，红包，红包，你知道吗？这个爱情。就是数钞票，老师什么爱情就是因为爱情啊 ，love you， 为什么爱情会跟钞票来 ？love you 不这样子吗？钞票不这样子吗？爱心啊，爱心啊，是到一个年纪的啦，有钱人才终成眷属啦，什么是有情人呢、欸？老师，我真想讲啊，年轻人随便约就可以去那个什么一起买机票之类的、啊，像我们这个年纪就要买个 iPhone。只是 Pro 之类的送给卢老师，是你还在记这个仇？对对对对、啊，婚真不用送的啦，就可以约了。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有差嘛，所以还是有差的。对，好不好？哎呀、啊，该趁卢娜现在还年轻，只是 iPhone 而已，好不好？哦，只是 iPhone 就对了。对, 对, 对，好，好不好？好，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就是老师，我要怎么说？就是说， hey. 有钱人到一个年纪嘛，你也知道嘛。有钱会比较快活一点点，所以我们怎么样赚红包？老师帮我们赚红包。包治百病。好，包治百病。包治百病没有百病啊，九九个病啊，差不多了哈、你女朋友的病只要有包就可以治了。好，我不知道怎么接。啊，对啊，对啊，不是没错吗？大家送个包不是？老师，你是有那个战那个串山症候群？哎、欸，哪个人以前是因为包的关系，然后被追走了？怎么我送不起一档包？因为你说女朋友，他没办法接。他如果说是的话，代表他有女朋友哦、oh, ，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往事不能重提就对了。对，好，不能重提，好不好？好，马上我们来看一下。好，来看一下红包、啊、最近这个网络上面啊，这个被叫招了。对，我们的这个制作人，制作人他说被叫招，制作人之一被叫招了，他怎么办？叫招了。哎、欸，为什么叫招跟这题目有关系呢？对，因为每年呢、啊，这个十二月底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族群就会被叫招，就他们中标。今年现在可以查了、哦、等一下你看有没有老师还年轻的，像我这么年轻，我等一下去查一下，好不好？干嘛笑？干嘛笑？赶快查一下网络有没有我的名字？我看一下我们叫招，看有没有中？哎、欸，没有中啊！好巧，我刚刚也查到没有中哎、欸，是不是？坤生也要查一下哈。我是比较不敢查，你也不敢查，你什么意思？连续好几年都敢查了，你要怎样知道？连庄啊！老师跟你讲啊，来来，好来啊！这个最近网友很可爱啊，就是说，哎、欸，如果有人。被这个抽中叫招，来，然后就会亏。谢谢你保卫台湾，就说哎，乐透跟那个这个发票都不容易中，这叫招特别容易中哦。是啊，啊，谢谢你保卫台湾，谢谢你为了台湾那个为党抗争保台，对对对，抗争保台。OK， 来用简体字很讨厌，哎，是是是是是是是，好，精神打数一二啊，没事啊，精神打数不是一二，好不好？办什么？雄壮，威武。严肃、刚直。等一下，努努拉对这段完全没兴趣，他一直跟我手绕绕绕绕，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男人的浪漫呐！我跟你讲呐，他说赶时间的，赶时间的，男生只要当兵就垃圾花一堆啦。对对对对对，哎，女生不了解我们的浪漫呐，尤其我们这些加起来哦，快是四年的那个。男人共同的话题就是当兵，当兵，对不对？好不好？来来来，好，我有切入主题。我有痛，小编也懂啊，因为他被当兵的啦。对对对，好不好，我们小编也接到这个叫招令了、就是
陆兵、陆军步兵，然后要去这个教招。对，好，那每年的台北股市呢，都会有一个类似教招的一个活动，就是季底的集团作战。除了十二月底会中奖，教招会中奖，这个真的中奖很痛啊，好不好？这个中奖应该蛮开心的。对，这中奖比较开心啊，好不好？对啊，因为它有钱可以赚啊。你说那个教招，还是说这个集团、哦？集团教招也有钱赚，可是不想赚那个钱嘛、啊。谢谢。来，好，那什么叫做集团作战啊？集团作战指的就是企业。为了要拉抬股价来美化财报的一个动作，好，主要是美化财报。OK， 那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它有机会去做到这个集团做账？最主要就是这些集团它旗下的一些子公司，它有这个密集的交叉持股，所以呢，我如果说拉抬特定一两支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股价，很可能就会有这种所谓的一个。这个美化账面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所谓的集团作战。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是属于理论上面我们常常在听到的一个事情。事实上的集团作战也并不是这么容易发生，原因是因为你集团作战必须要有市场上面的一个什么能见度，大家对你这个集团或者是你的这个要作战的公司必须要有一点共识。例如说，他今年真的有业绩成长。或者是他的确有这个所谓的转机，然后呢，这市场的这个集团对他的那个能见度也非常的高，这时候呢，这三个条件都完全符合，才可能会有比较容易这个集团作战。好，三个条件都符合了，好不好？好，集团作战，老师为什么一定要集团作战？年底为什么要想集团作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刚刚提到说，第四季是集团作战的旺季啊，因为其实就我刚刚说了，有没有要这个要财报年底财报，对，要美化财报，所以呢，因为财报他们不会没有人在看季报啊，大部分看年报啦，对，都会直接拉到明年的二月三月直接看去年的一个年报了，对啊，所以其实就有很多人就是特别要在这个十二月份的一个月底去进行这个所谓季底作战，季报会看，可大部分决定绩效还是看年报啦，好不好？是，对，好，是你继续说 ，OK， 所以他会大家互相拉抬，我拉个一。啪！哇塞，我经纪人他是我公司的，对，我报酬就不一样了，是的好不好？好，来，哎，好。所以，但是呢，做账其实它是属于短线上面的题材。然后，就我刚刚说的，如果说这家公司它真的具有基本面，然后呢，它业绩成长又具有转机，基本上这种个股比较容易会有持续向上的一个走高的行情。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集团做账可以参加。但如果说你选的标的它基本面不够强，我觉得其实做账完毕之后，可能手上持股也要去进行获利了结。好，进行获利了结，然后是来看一下，所以短期就好了。来，跟这个就刚好趁这个时候十二月的节目，好不好？明年一月就不要看了，好不好？老师第一名是谁啊？刚好是破梗的啦。这个是十二月份哦，这个集团股平均的一个涨跌幅度。威盛，威盛集团，好，我咬到舌头。威盛第一名啊，威盛第一名。OK 哈，平均每一档股票平均10%很多对，加起来是的，对，是十。不过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啊。为什么？因为有些集团它的集团股比较多啦，有些集团股比较少。它平均起来母数比较少的情况下，有可能它的那个percentage比较高啊。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做个报告嘛，哈、欸。对啊，对，我说给大家做个参考嘛。对啊，10%至少你代表你随便一个位置都会涨嘛。对对对，你因为你股票也通常不会买那么多档嘛，对不对？对啊，至少企图心是很够了、這個啊。不然我们出个威盛 ETF 啦，好不好？好主意耶，好主意哈、okay, 哦。好，月底下一集来做的。是不是威盛 ETF？ 我说这个看有没有投信要出这种啊 ETF 哈，集团概念股。集团做账 ETF， 好主意哦，好主意是。跟做十二月一次，其他时间都。没量每季都会有一次，每季都有一次，可能有每季都有一次，对，好，好，那除了威盛第一名之后，还有台聚集团哦，在个十二月份啊，他们这个旗下成分股啊，大概是有7%以上。哇，台聚居然也有涨那么多、哦。第三个国巨，国巨哦，国巨这一波这个减资完那个涨幅，真的跌破大家眼镜。有什么涨吗？一直往上涨。你可以请那个，要不要看一下、这个导播帮我上一下？我没印象我以为它不行好久没看它了。缩小一点，慢慢来也是有它减资完一直涨你不讲我真的没有注意，因为我觉得它之前它不是有一个库存股吗？所以姜是老的辣，它还是很蛮会炒股了哈，不用炒两个字的，怕被告，蛮会做股票的哈，真的是哈。而且这一次在整个这个被动元件的这个产业里面，就属它最会涨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拉远一点点好不好？好，哇塞，我们可不可以还原出全息看一下。还原全值的、哎呦，也是涨拉远一点点，拉远一点点，哇，这个大底部漂亮哦。它跟什么华新科啊，或者是其他的，同样是属于被动元件的一个其他个股相比，它真的涨很多。根本就没有涨啊，这是华新科都没有涨。这华新科，看一下，看看国巨，看看国巨，看看这国巨，
一个在、哦、一个在右上角，对啊，一个在右下角，右上角一个右下角，而且你看哦，哎、欸，果然哎、欸，老师哎、欸，谢谢你也告诉我们这个，哎、欸，国际果然姜是老辣哈，陈泰明董事长果然会做股票哈、哦，果然会把股票拉起来，而且你看他库存股在底部，库存股那时候说这次库存股没有理他啦，你不理我没关系，我也不理你，反正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哈、嗯哦、啊，季老师哎、欸，所以哎、欸，集团概念股真的有机会，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欸。金老师，你不要阿姨不要努力的，泰明哥哥我也不想努力，老师怎么看呢、啊？哎呀、啊，因为他。除了那个经营这一块的话，他其实也蛮会把妹的、啊嗯。哦，关之琳不是吗？是是是是。他前妻啊，他说前妻只有一个。哦，前妻只有一个。对，哦、對好对，这个八卦我都看。关之琳是可能要结婚的，好，可是这实际上没有结婚。好，我讲圣基鸟那个，其实卫盛集团去年啊，还是有一个这个元宇宙的题材，所以带动他整个集团全部都向上。那我觉得其实不会每年都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年也许、啊、既然国巨集团这么飙的话，我觉得旗下相关的子公司真的大家可以去留意啊。啊，真的可以再聊一下啊！老师，因为我要查这个名字啊，为什么要查这个名字？老师，你知道啊？我突然想到，如果你要成为首富等级的人呢、啊，你知道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时机。嗯，为什么是时机？时机的英文叫名字 ？Timing。Timing 嘛，你看郭台铭 ，Timing。Timing。陈泰明 ，Timing。你看，好、哦，真的，真的，真的，好不好？要 good timing， 好不好？真的哦，是有 timing 的，所以以后你要跟家人哦，就小孩要取名字 ，Timing。泰明都可以，其实有差哎、欸，有差对不对？你看静平、习近平、对江泽民，这些的名字的格局都很大，都很大、哦，他们都当领导人，是不是？好、哦，伟泰感觉也很大，好、哦，是不是？有比较弱来，比较弱，比较弱，是不是？不会不会啦，也是不错啦，好不好？来，欸、我们这一集不是在讲姓名，我们可以聊啊，国巨、哦。可是谢谢你告诉我国巨要喷的，好不好？所以这些技巧抄起来，哎、okay, 欸，老师，哎、欸，来来来，你自己截图哦，来，我给你们自己截图哦，来来来，来，我们手过来，我们看左边就好，看右边不用了啦。好，来左边来看前几名，再放大，好，自己截图啊。联发科，联发科，好，这次啊，新通、中华、中华、中信、中信、宏基、延华，还有鸿海集团，鸿海算不多啦，我们再往上看前五，看前几名就好，好。好啊，同学们，好，往下一点点，好，前七名给你截图，好，三二一，好，是我们看下张图来，好看下一个，好，来，威盛集团啊，刚刚提到它是在第一名啦，十二月份对平均涨幅第一名的，好，那威盛集团到里面有哪些个股，可能大家不一定百分之百知道，是第一个5344的立位，我立位这个就是没有很多人知道，哪一位？对，立位，立基位，立基位，嘿，立位，台语很不错，再来第二个是。建达，建达、这个、大家比较知道，建达出鸡蛋， 对, 对，然后再来，建达做什么的？电子，微风电子啊，建达做什么？我比较好奇，建达主要是在做通路，电子，宏达电旗下电子通路商嘛，对，电子通路，嗯，对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威盛，嗯，还有全达，好，然后再来宏达电，是，好，然后呢，目前看起来这个，其实这些公司都亏很惨呢，有些是在损益两平是是损益两平倒没有说亏很惨、哦哦啊、像过去两年十二月份平均涨幅比较大的就是立位跟建达。哇、哦，老师你注意看哦，他真的会作战哦，他是历年哦，哇塞，这不好意思，这个来历年十二月哦，老师你看我们做出资料啊、欸，是每一年哦，上市柜以来涨二十二%，过去两年二十%，所以他真的有在做，就是每年到十二月份，他不是没有在做，就是、他的扣打就是20%，立位是真的在做。建达也是一样，15%。你说啊，过去两年35%拉高嘛，可是不论在15%怎么样，这个真的是有在做哈、哦。就算你看，历年是说可能十几二十年上市柜以来统计的，所以我觉得最稳的是立位啦，好不好？嗯、你想要做这个，你看哦，只有我们那么认真做哦。威盛集团的点将路，老师最不要不是。而且有趣的事情是，如果这样的资料的惯性没有改变，嗯、今年十二月份以来立位才涨。2.67%，还有18%，你要不要？18%啦，你与其赌18%啦，不如这赌这个18%，好不好？老师，好，老师这样很开心。来，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看下一张哈。建达，建达，哎，建达出奇蛋，出奇蛋啊、哦嗯！你看他在这个2020年十二月份，他就有在这个月底接近到这个跨年的时候，就有出现一波拉抬。嗯、哦，这个是它的周 K 线，好、哦，所以大家可能在幅度上看不到。可是呢，在今年在这个九月份。之后的第四季开始，它的股价就开始积极的去做一个表态，是对，一直最高来到51.5元，是，对，哇，沈老师你看啊、哦，一次哦，涨3%还好，一次哦，嗯，涨68%，对，赌一次，我就阿姨，谢谢你，我不用努力的，是，下辈子再靠阿姨你了，所以今年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再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哎、欸，再像这建达它近期的一个股价，好，建达我们看近期股价走势，来，近期的股价也看一下，哦。
看起来有机会哦，刚好打到季线的附近哦，而且看起来都有一个惯性，有没有？上去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现在不买，趁再休息一下。然后 N 字形上攻，对对对，嗯、每一次拉回的低点都没有去跌破前低哦，反复垫高的架构，底底高底部底部越垫越高、嗯、，N 字形哇 ，N 好多个 N 哦，哎，好不好？好，那跟大家讲哈，所以是真的 N 字形上攻，真的很漂亮。老师，我比较想要看立位的那个线图，我们加码看一下立位，我好奇哦，看一下立位。我觉得当主持人很好，有时候没时间看东西哦，这个做节目的时候顺便看一下。对，立位哎，看起来也是一样哦。对，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好像同一个人在做的。我跟你讲，这股性惯性都很像。对，你不讲 ，tempo 都很像。我觉得，所以老师你不讲还好，你觉得说这个没有人做股票，我还不相信哎、欸。我们只是怀疑啦。你自己觉得，你不觉得股价很像它涨哦，一起涨哦，联动性也太强了。是。我跟你讲，我把你把那个图线图把它不用画了，拜托不用画 N 了。你看立位，你把它遮住右上角，我说把它遮住哦。好，立位来遮住，好，来看一下，然后呢，再看一下的，不选像，然后那么像的，87%像，不会太多，蛮像哦。阿立位，你这次看不要赌哦，讲的我都想去买了。但立位它成交量比较小哦，对，啊，所以小资主给你啊。基于保护投资人的立场，我们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是哦，老师你真的很认真，对我们福利车站，所以我们都讲大股票哦啊。如果你是小资主，我觉得你可以压一下啊。盈亏自负，不要赔钱来怪我们。可是如果我是小资主，我压一次啦，是压看看，看阿姨会不会比较努力啊？所以老师这些啊，位位比较少啊，练建达比较量比较多，来看一下建达，建达出鸡蛋哦，量就多多了哈，两、嗯、万张的多很多啦哈、哦。是，所以你真的想要稳的或好进出的、哦，比如说你资金想要100万以上压这种集团作战股，可能建达会比较好啊。如果你是50万以下的、100万以下，你想要压。你不怕成交量的问题，我觉得立位还不错，谢老师哦、嗯。来，我们看下一位哦，来，联发科集团，联发科集团，哇塞，也有32%的，对，啊，历年平均15%，15%算不错了啊，历年平均是15%，嗯，好，过去两年12月平均涨幅是32.626%，嗯，但是今年12月以来竟然是零，它还没有真正的表现。啊、我告诉你好不好？嗯，魏老师说哦，是，你幸好做这个表，为什么这样讲？你去看电视，我历年来最强是谁？雅信对不对？对，今年最强是谁？今年最强是还是雅信？所以代表真的有作战题材，我可以这样合理怀疑吧？是有可能。你看啊、哦，这个到目前为止台股像这个月已经跌了大概250点以上哦。是，你看，所以我们做这个资料是很认真的。我们讲福利社老师、小编是很认真的，制作人是很认真的。嗯、所以你不讲还好，你看我平均在去年十二月，我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去年十二月，平均去年十二月管他什么事啊？我们要做一下历年十二月，哇，历年十二月在一二十年做下来平均15%，这代表是真的有吗？是不是？好，如果历年过去两年十二月不一定真的有啊，只是这两年好，过去历年来一二十年15%。好，你不相信就算了。今年十二月它还是最强，这有什么话好讲？雅信呢，它在市场上面有一个封号，叫做小联发科。小联发科，对。然后因为联发科呢有入主哦，入主它一个雅信，对，所以它在这个所谓的网络相关的一些这个晶片的部分基本上呢哦相关的控制IC，最近这两年好像是最近这两年才入主的嘛，对，最近对这两年才入主的。来，可是让本身可能就有人要做了，好不好？是。所以我们要看什么雅信，好不好？雅信、金星科啊，我们到上一页，不好意思。你自己要看金星科、杨志、联发科、金星科，其实最近好像股价也是有动哦，是也是动很久了啦，对，也是有动哦。然后像杨志，然后带来母公司联发科，基本上表现也都是还不错、哦、尤其是有一些像刚提到的，哎、欸，大陆可能接下来要做一个解封了，那这些不管是手机的一个销售，或者其他这个民生物品的销售，基本上都会有帮助。好，都会有帮助。雅信，我看不错，老师我们看一下雅信。好。这个雅信呢，这个3169雅信，它的周 K 线呢，你看它在这个2020年12月的一个走势，哎、欸，不要看这样子啊，涨51%了，多嘞，51%哎，十二月就51%了。重点是它涨完这个季底做账、年底做账，三月再涨一波，继续再涨、哦哦、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有基本面、有转机的一个个股，它很可能就不是只有做账题材哦，反而是起涨点，好不好？好，你去看一下。啊，去年的时候12%啦，2021年12月也是啊，这样一直往上涨，也都是刚刚好，就是在第四季接近跨年那个时候，它的股价特别容易涨。送给你圣诞老公礼物，老师，我们看今年走势图、嗯。来，好，我们可以稍微缩小一点点，3169的一个雅信 ，OK，、嗯、好。这种走势，我相信大家应该不是会很感兴趣，因为看起来走的很蹒跚，慢。嗯，
嗯，哦，就是进两步退一步的一个感觉。进两步，进两步，然后退一步，然后再进两步，再退一步，然后就会撞到一起。嗯，对，好，谢谢。我想说的是，它在往上上涨过程当中，它其实一直在去进行行进间换手。是，什么叫行进间换手？你看往上涨过程当中，看这边爆一个大量，爆量完之后隔天就收红，收红，第三天就跳上去，然后这边往上冲又出一个大量，大量完之后量缩休息，碰到月均线，接着要往上做走高。然后小量过大量，一直往上去做走高，像这种类似的一个量价结构，我们称之为行进间换手。那行进间换手代表它在它的那个企图心，好，不是只有到现在为止，它可能还看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它才会去做这个行进间换手的动作。好，老师，所以这看起来有机会，我们再看看亚信，好，行进间换手，我们看三那个走势图。所以老师觉得还是有机会吧？对，我觉得它现在它成交量，只要说不要突然放得太大。我觉得基本上这种筹码面相对稳定的个股都是有机会。我觉得它就是要做量，你看啊，这边突然放量，之前没有三千张，这边放量又看故意这边震荡，现在回到成本区，就是一直洗嘛，一直把上面的这个洗掉。联发科集团里面它是最抗跌的哦，十二月台股已经跌两三百点哦，它没有跌，你说没有人做价吗？没有人做战吗？我们来看下一个集团，好，刚好宏海集团第七名的，看宏海集团精选股，哇塞，宏海集团这是天域啦，这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集团股太多了。太多了哈，而且太多了。好，你这个只有写小部分，好是？这只有一部分，一部分而已啦。这一部分哎，写完我这个题目嘛，我们下班了，一张 A4 都写不完。对对对，好，好，好，两张也写不完啦。天域，好，四九六一的天域，好，历年十二月份平均涨幅是39.3%。哇，你过去两年十二月平均值是100%，100%，这太夸张了。对对，重点是今年十二月以来涨跌幅多少？只有还跌6%哦。不是涨，是跌6%。是 OK。那当然，我觉得不能，因为我觉得是过去两年涨，过去还前年，因为有一些这个驱动 IC 嘛，缺货嘛，哈，报价狂涨嘛，对，所以这个有点拉高，有点失真的。可是至少它还是历年十二月平涨幅还是涨蛮多的，好不好？这跟大家你继续说啊，主要就是现在的我们看到这个 TV 啊，我们看最近其实大家有提到说，电视面板的一个报价已经不再下跌了。联发科最新营收啊，也是回温啊，越没有月减的、啊。对，好来，大家都说，明年的第一季，最晚第二季，那个下游的一个库存就会清到一定的一个健康水位。所以类似这种上游的 driver IC 的部分，预计啊，它在这个今年的这个明年第一季跟第二季业绩会开始往上做回温。而事实上，十一月份的月营收就已经开始出现月增14.9%的一个表现。好，那除了天域之外，像是建汉啊、正达、凡轩、融创、金鼎、友威科、鸿海，这都是鸿海集团里面算是表现蛮不错的一个公司。那像正达哦，它在过去两年的十二月份的平均涨幅33%，还有像是这个凡轩有12%，融创有19%，这都是过去两年呢，它在十二月份的涨幅平均值达到双位数的个股。好，达到双位数个股，我们来看一下最强，赞，凡轩，跟你讲的啊、哦，来，凡轩哦，凡轩它就是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仪器跟设备 ，OK， 那、目前看起来它的一个股价在这边打底之后往上做走高嘛，那么它在2020年的十二月份，你看到也是在经历十二月份的时候，股价往上做一个推升 ，OK， 好，再来在九月份、十月份也是往上做推升，好、当然像这种设备啊，或者是工程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司，本来在十二月份接近年底就是他们的一个入账期。就是入账高峰期，好不好？好，所以这不错嘛，配合那种台积电那种相关概念股族群嘛。我们来看技术线图，来，好，这是少数哦，今天还创新高哦。很多台积电概念族群今天哇，这两天哇呀，那个拜登去亚利桑那州嘛，对不对？反而是利空，反而是大跌。这样讲，凡讯好像真的要喷嘞、欸。好像集团作战股真的有关系耶。其实关键在它在低档的一个打底，你看到。这低档的打底这地方量出了非常的一个干净，打底都没有量哦，一喷出去马上有量，然后一出量就往上涨，一出量就往上涨，像这种都是属于这个筹码相对干净的个股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量价走势。好，才会有一个量价走势，这跟大家讲凡轩老师，我们可以加码看一下。老师刚才没有特别举天域这例子，那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讲这个例子呢？老师，因为天域它在这个今年上半年就 driver IC 的这个族群跌得很惨，是，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太敢去碰它哦。而且好像历年十二月有时候涨很多，有时候也会跌很多。对对对。可是这一次你看到它是从87块钱一路往缓步往上做走高，是，其实目前看起来其实也算是有这种季底做账的一个味道在。好，季底做账的味道，可是110元，我们看有没有守啊？因为十二月已经过六七天了，如果还不能守，那可能
集体作战你就不要打带跑了，好不好？我们还是要颜色那个停损停利的点位，好不好？没错，它去年十二月有涨很，前年十二月有涨很多，有涨暴涨100%的，也有跌很多的，算这种股票算蛮刺激的股票，所以我们推荐大家一些比较稳的，凡轩啊、立位啊、建达、啊，还有什么？干什么？雅信是不是？雅信哇，这些股票，谢谢你告诉我集团作战股。坤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集团作战股来，我觉得说，因为其实集团作战，很认同刚刚这个老师所讲的，就是说，集团作战它只是短线。那如果说以中长线来讲，可能说集团作战结束，那这一档股票它没有所谓的基本面跟获利支撑，它就会回到原点。所以刚刚看这么多股票，那会比较推荐6196的凡轩。因为说凡轩刚刚在上个派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但是其实 ESG 这一块，美国它比台湾更重视，就是说环保的议题啦。是对。那凡轩它是很少数拥有污水处理系统的一间设备厂，对，所以蛮看好凡轩的。好，这凡轩蛮特别的，好不好？哦，凡轩看股价也走势也不错嘛。好，谢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资料，跟集团作战，哦，赚红包，原这集团最会标。金老师，你刚才讲的威盛集团呐，阿姨，我不要努力的哦。对啊，威盛集团，你考虑一下，好不好？好，你考虑一下，好，谢谢。好，好，那。露娜，我们那个怎么样？我们的频道，请大家怎么样？要订阅，然后疯狂股市福利社，对，然后按赞留言一下，按赞一下嘛，好不好？回应一下，我们都会看一下，露娜也会看一下啊、喔。有时候负责回，露娜会很负责回、喔，对，都是露娜回的，都是露娜。我偶尔会回应一下，用我自己的身份啊、喔。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上线，135解盘，24教学影片，最后还是话，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年财富 free， 呜！小车，救救我，救救我！哦，你不要这么激动，不要激动，我不是你 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怎么救救你啊？机顶机顶，先买就买，因为台股现在不行了，要靠千金来顶啊，所以我核心只要千金顶啊。水最高，沙最低，想要改掉这坏毛病。凤凰不是福利，谁会大买多买？OK， 想要更好的生活，该如何财富自由？谁能快点告诉我？原地踏步，又让机会错过，怎么踏步？感觉好像盯着我，最高下低的经验真的痛。培养纪律，掌握趋势，脉动。Oh， I know， 看多看空，春夏秋冬都有人陪伴在你左右。真的有风，买就喷，买就跳，交易之前要考虑清。穿着什么裤子？完全转头直接变职业。提前告诉你。水最高，沙最低，想要改掉这坏毛病。疯狂不是福利，是你的财富。最后还是靠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